欢迎各位读者们，大家好，我是 Joseph。 我们今天呢看到的是HTC 继礼拜一推出了一台 Desire P 之后呢，今天呢又与远传电信共同推出了一台一款叫做 Desire Q 的入门的机种。那这款呢身为入门机种，它的萤幕呢使用的是四寸的萤幕，它解析度是8000x480。它的处理器上面呢它只有是 1GHz 的单核心处理器，它 RAM 的部分也只有 1MB 的大小。那内建的晶体只有 4G。 系统上面呢它采用的是 Android 4.0 的版本，那 Sense 的版本部分呢使用的则也是 4.0。 那基本上呢在操作的流畅度上面因为针对了它是属于入门机的取向的手机，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没有安装任何原厂预设值中仍保有一定的流畅的程度。那在多功的速度上面稍稍的有感到一些需要等待的时间。那我们翻到背面来呢，它这款 Desire 系列呢就跟之前 Desire U 还是说微笑机有一些相似的设计的元素，例如说比较多的圆弧的线条，然后手机的周边也是有一些用了比较多的圆弧的设计。基本上呢这款手机呢它搭配的资费呢会比较便宜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对 Desire Q 的介绍。